哎，好香。我觉得这个菜真的是太下饭了，太好吃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。说是我长胖了，今天是长胖了60斤。平时大口吃的。我不会练吧？我对象已经回来了，他在外面摆龙门阵，不管他。吃完饭了，出去等一下吃狗粮啊，准备午休了哈。今天我没有我对象出镜，他太累了，等他休息吧。哎呦，这个事情呢你不要去乱猜测了哈，根本就没有那回事。我对象他是17年哈离婚，我是19年是几年工地才认识他的，所以说然后我们两个聊就慢慢就在一起了嘛，这个样子。很多人都不看好，但是呢还是又坚持了5年，我也觉得是个奇迹。只能说每个人的相处方式不同吧，是吧。